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。这故事出自《法句譬喻经》，在大正藏第四册578页中栏到下栏。佛在世的时候，舍卫国有一户贫穷的家庭，夫妻都非常悭贪，性情凶暴，不信善恶因缘果报。佛怜悯他们愚痴，就示现为一位贫穷平庸的沙门到他们家去乞食。那时候男主人不在，只有他的妻子在家。那妇人一看到有人来乞食，他就破口大骂，毫不讲理。佛所化的沙门就跟他说，我是一个修行人，以乞食为生，你不要这样子无理的谩骂，我来这里只不过是要一口饭而已。这妇人就说，即使你马上死去，我都不会给你任何食物，更何况你现在看起来又这么健壮，竟想要我施舍饮食，休想！你待在这里只是浪费时间，不如赶快走吧。于是佛所化现的沙门就站在他面前，马上两眼向上一翻，吐了一口气，示现了死相，身体膨胀溶烂，有很多虫从嘴巴鼻子跑出来，肚肠溃烂，种种不净到处乱流。这妇人一看，吓得说不出话来，马上丢下沙门惊慌而逃。这沙门过了不久就离开了，到离这家房舍几里路外的树下休息。那妇人的先生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妻子怎么吓成这个样子，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都是那个沙门啦，害得我这么惊吓恐怖。男主人很生气，就问妻子，他人在哪里？妻子回答，已经离开了，不过大概也走不远吧。于是男主人马上带着弓箭和刀，循着足迹赶快去追这位修行人道人。这道人就以神通变化出一座琉璃的小城围绕着自己，自己安住其中，让这座琉璃城保护着。男主人拿着弓箭和刀就绕着城想要进入，可是绕了好几圈还是不得其门而入。他急了，就问道人，为什么不开门？道人就说，你要我开门可以呀，但是你要放下弓箭与刀。男主人心里想，我暂且按照他的话来做，如果能让我进去的话，即使没有弓箭和刀，凭我赤手空拳也可以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于是他就把弓箭和刀丢在地上，结果门还是不开。他又问，我已经把弓箭和刀都丢弃了，为什么还不开门呢？道人回答，我其实是要你放下内心中恶念的弓箭与刀，而不是握在手上的弓箭和刀啊。男主人一听吓了一跳，这道人一定是一位有神通的圣者，不然怎么知道我内心的想法呢？于是他就立刻向这位修行人磕头忏悔，并说，都是我家里那个愚笨的妻子了，她不知道您是位已经证悟的圣者，害我兴起了
杀人的恶念，希望您慈悲怜悯，不要就这样舍弃我们。我立刻回去把我的妻子带来向您忏悔，并希望劝劝她跟着您一起修行。说完他就回家了。男主人回到家之后，他妻子就问，那沙门怎么样了？他在哪里呢？男主人就跟他讲修行人的种种神通变化之事，并说他现在还在树下那边，你赶快去向他忏悔，以灭除所犯的罪过。于是夫妻两人到沙门那里五体投地，向沙门顶礼忏悔，并发愿做道人的弟子。两人长跪请问，这位道人，您的神通变化这么殊胜，想必是一位已经通达真理的圣者，你能化现一座坚固而难以逾越的琉璃城守护者，您的心智清明，内心非常安定，都没有忧愁苦恼，您到底是如何修行才能够达到这么神妙的境地呢？道人回答，我是因为博学多闻，不厌倦，奉行正法，不懈怠，而且非常精进，持戒严谨，有智慧，不放逸，具足这些因缘才得到的，断尽一切烦恼而证得涅槃。于是道人就说了一段偈颂，说明多闻的利益及其重要性，意思大致如下，借着多闻能够使道心修行更加坚固，奉行正法以作为保护自己的城墙，就像琉璃的城墙可以保护自己一样，不会让烦恼贼入侵。因为精进于断恶修善，不会超越规矩，也不会毁坏戒行，因此戒与智慧得以成就。多闻能够使心智清明，心智清明以后智慧就增长，智慧增长就能够博通经教，深入了解法义，深入了解法义，行道就安稳。多闻可以去除忧悔，如果对正法不了解或是犯戒，烦恼一起，行道就不安稳，就会有忧悔。如果内心没有忧悔，就容易得禅定，有禅定自然欢心喜悦，不但善巧为人演说解脱的甘露法门，而自己依法而行也可以得到涅槃。多闻能够知道正法与戒律，不但能为人解除疑惑，自己也能够得正见，体现正法。多闻能够舍弃不如法的罪行，能依法修行，得到究竟不死的解脱境界。道人说了这段偈颂之后，就回复佛身，相好庄严，大放光明，祥瑞炫耀的佛光遍照天地。这对夫妻非常惊讶，哦，原来是佛陀慈悲示现度化我们啊。他们感到既惭愧又惶恐，于是痛下决心去恶向善，洗心革面，向佛顶礼忏悔，灭除多生以来的20亿罪恶，最后证得了出果。这个故事有几个地方
值得我们反省。我们千万不要与人结怨争斗，应该以慈悲对待他人，不但要放下外在的弓箭刀斧，更要放下内心的弓箭和刀啊。另外，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非常重要。如《大比婆沙论》及印顺导师的《教智教典与教学》中提到，多闻能知法，多闻能离罪，多闻舍无义，多闻得涅槃。多听闻正法，才能够辨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借由多闻，知道善有乐报，恶有苦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因而能远离罪行，去恶向善。由于听闻正法，对于没有利益的苦行也不会再去做了，因为听闻的佛法有正知正见，能深信因果，持戒坚固，没有忧悔，身心安定，就容易得禅定，并能引发智慧，断除一切烦恼，而证得解脱涅槃。以上以这些跟大家共勉。